亲爱的乡亲，平安！真欢喜今仔日有即款个接触个机会。我现在要来介绍我个回忆录，就是即丛60栋个德国树佮台湾根个关系。首先，我要感谢一位咱台湾人个大前辈，就是黄宗伟牧师。伊早时留学日本。读德国大学的哲学系，以后到伫英国剑桥大学读神学。以后我有申请要读台南神学院，结果受黄宗伟牧师的拒绝，伊的拒绝煞予我来德国读神学的机会。我大先有申请到奖学金一年，不过因一定爱我签名。就是毕业了，一定都爱返去家己个国家服务。但是我想一当仅仅是干呐读德语那点，要读神学无可能，所以放弃即个奖学金。伫香港一个教授遐做助教，赚个钱买船票。我买个船票是无等级个，就是睏个所在是。会春会归的店面，到一个港口就爱起来，食物件是替一人坐一个车啦，排队领食物，甲找所在，即款的生活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宝贵，因为甲菲律宾入去英国的工人做个4礼拜久伫船内生活。但到伫澳洲了，我就坐火车到伫汉堡，就入伫汉堡大学的神学系的传教学院。伫迄个所在，以后我毕业了，我就受封入做牧师，成做德国23000个牧师的中间唯一的台湾人。我现在要来简单介绍德国的教会。德国的教会是公民的教会，就是讲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交教会税的义务。教会税是所得税的9%。你若无要交教会税的时阵，你会使去法院宣布退出教会。不过你若退出教会的时阵，你死去了，有牧师带你举行埋葬。甲教会的牧师，除去牧会以外，有关是伫执行公务，因为牧师是教会的公务员。牧师做礼拜时的讲道时间真短，差不多12分钟。众圣呢？差不多15分钟，平常拢伫牧场一个礼拜堂，因为15分钟过了，第二场、第三场，人拢伫遐咧听候。甲牧师有义务带牧师馆，甲伊若执行公务的时阵，一定都爱穿牧师衫。每一个牧师，伊拢负责是教区制，每一个教区拢2000到2500。虽然是安尼，做礼拜的人真少，有时阵只有20-30个人咧。伫1973年，就是讲22年以后，黄宗伟牧师来找我，要发起澳洲台湾人自觉运动。伫即个时，我问黄宗伟牧师，当时为甚物投拒绝？伊讲我嘛毋知，伊。讲总是上帝知影，上帝安排一个台湾囡仔来到伫德国，伫德国教会服务。这个阵，张牧师讲要举行一个会议，是今日台湾人的拯救。这个会议内底有礼拜，有查经，有演讲等等。甲美牧师即摆伫查经的阵。伊讲一流水的台湾话，
伊到一个所在，伊讲一句臭拄讲，结果伫笔记诶，陈金凤先生，伊毋知影臭拄讲要安怎写。其实台湾就是有真侪话，有话却无字。虽然是安尼，台湾话是真水、真简单。亲像讲，鸡是牛仔脱哩，鸭是鸭尾，甲鱼是啥干呐？除去即个以外，台湾话有阮甲咱的分别。全世界无一句话有即款的分别，所以台湾话使讲是真水。甲即个会议结束了后，有几人有发表声明，向全世界的教会讲起台湾有台湾人有主权的权利。即个时阵，中国牧师演讲了后，伊讲咱台湾的前途。有三个可能性：第一，就是由毛泽东来管；第二，蒋介石继续管；第三，是家己独立。有80人会投票的结果，有一伊互毛泽东来管，无人投票；互蒋介石继续管，有一票。甲要要求家己会当独立。有73票，弃权6票。对安尼来看，伊台湾的将来应该是属于台湾的。最后的声明有用英语、德语、法语安尼向世界。伫1975年。教会日伫弗兰克福伫遐举行，参加教会日的人大概有13万人，每一个人拢都爱买门票。即、这个大会的主题就是讲，伫惊吓的中间看你我有关活着。台湾人管的单位的题目就是讲台湾。是台湾人的，因为德语的用法真强。伊讲台湾连台湾的人，台湾就是台湾人，无其他解释的可能性。到有真侪亚洲的人看到阮的单位，毋敢挖来，对因远远伫遐看。到经过几冬了，伫1981年的汉堡的教会日，的题目就是讲毋免惊。迄阵为着美利都事件，有真侪人受了，到有法器写明信片，要求政府将这人放出来。结果无一个受刑，无一个人接到这个明信片。不过，互政府吸收。有哪有伊个效果？不过即摆个教会日特别，有哪是为着郭俊明牧师，有真侪人未了解郭俊明牧师，伊执行牧师个职务，为甚物受判7冬？结果发起签名运动，要求政府放人，只要签名个人拢总有。3598人，这个时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德国人，带一个台湾的学生来互阮，伊讲这个人有在恁头翕相，我讲为甚物需要特别？这个教会日是公开的，每一个人拢会使翕。不过，对德国人讲，毋是，伊是偷翕。啊，结果在问为甚物偷翕，原来是因为伊讲，我的厝真惨食，无办法维持我的生活。甲国民党伊来找我，伊每个月给我250块美金。我为着安尼来做即个工作，就是讲。
来调查这个赵牧师的行动。安尼看起来，台湾人实在有那真可怜。伫1976年7月13日，伫圣保巴西的圣保罗，有50个台湾人被警察抓去。伫迄个阵，伫圣保罗大概差不多有5000个非法拘留的台湾人。结果，德国教会的外交部知影咱德国教会有一位台湾的牧师，所以要派我去巴西见总统。因为总统是巴西南部波尔多阿雷格雷的内底的德语教会长老，伊讲你去代表德国教会牧师，伊一定会听你的话。到我到圣保罗的时阵，因为伊明仔就爱要去日本访问，所以无办法甲我见面，我就将这个代志甲伊的查某囝讲。我讲这5000个人毋是非法，毋是故意要非法入境，因是已经有正式办移民的手续，不过也未到巴西以前。巴西政府忽然甲中共建交，结果巴西政府要求遮个5000个台湾人一定都爱换中共的护照，总是无一个人敢做这项代志。结果因到巴拉圭了后，伫巴拉圭偷走入去伫圣保罗，甲因。伊个查某囝将即个代志，代伊讲，讲遮个5000个人，毋是故意要入互非法，伊是为着安尼因政变的关系，甲总统听了后会了解，伊讲要合法化，一定都要一个时间，不过伊迄暗拍电话互巴。有圣保罗的警察局长叫伊来讲，讲台湾人不需要过了。不过以后经过几冬了后，台湾有做一特赦，所有的非法的台湾人拢已经有得到拘留。2018年热天，有总干事林鸿忠牧师。到中华基督教病院的董事长陈信良牧师，到甲广播社的彭牧师三个来拜访。来拜访的时阵，阮有谈起我过去的代志，因感觉阮遮个代志无做记录起来真可惜。我讲即个代志有真侪人拢有提起，但是因为我无读过中文，未晓写。甲找无人替我写，即个阵林鸿忠牧师伊讲伊要找以前个伊个秘书已经退休，林个徐水芬小姐要来写，我甲中华基督教病院个董事长陈信良牧师伊讲伊要负责经费，甲彭牧师讲伊要负责印刷，结果三个人。安尼同意了后，施水文小姐有来德国2个月，我做口经，伊做笔记，拍电脑，写了真水。到有陈慧雅，伊印刷的工作，那做了真水，有一本册会当出版。我感觉讲，但无几个人。这本册绝对无可能出版。我一摆多谢这个人，愿真侪台湾人读这本册了后，会当更加关心台湾的将来，和台湾早一日会当成做新而独立的国家。阿门。